藏身在街尾厝边的一间平价小吃餐厅，有着味道浓郁的客家菜。走入店内，看见有在地的山产野味及罕见的菜色可供选择，如盐酥溪虾、台湾特有淡水鱼的溪蛤、盐酥小蜜蜂、炒平溪剑笋、炒山猪肉、白斩鸡等，都是具代表性的美食。无论三五好友或是团体聚餐，贴心的怡如小吃店还可因人数多寡而量身定做团体合菜哦。吃饱又吃巧的巷弄小吃店，就等你来品味。